上胜爆破手，永远的无尽一哥，对应投手百分比斩杀植物。暗夜菇假装五阶有百分比毒素，本次对决为一至五阶不公平对决，上胜加杜英 vs 暗夜菇，你看好谁能够获胜啊？一阶对决。暗夜菇获胜，不愧是群攻，1-0。二阶对决。暗夜菇获胜，2-0。三阶对决。还是暗夜菇获胜，3-0，我还以为能扳回一城呢。四阶对决。暗夜菇获胜，4-0。五阶对决。完封胜利，五阶更是完爆上胜杜英组合。暗夜菇这个概率没得说，真要如此，上胜就退出舞台了。